对于一名合格的吃货而言，永远都没有吃饱的概念，只有没吃撑。麻烦再给我来一锅这样的汤好吗？少年，全家人的口粮都在这口锅里了。吃东西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楼下卖西瓜的老板把西瓜用铁网拦起来了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居然有人偷瓜吃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永远都拦不住一个吃货。为什么现在的小偷难防？因为现在的建筑贡献了助攻。住在这里我整天提心吊胆，说不定哪天就有人顺着这个阶梯爬上来了。为了让自己安心，我还是搬家吧。你觉得夹娃娃机难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。自从带着我家孩子去电玩城后，我就很少空手而归了。爸爸，你看中了哪一个？我帮你拿出来。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实力去赢回来的。姑娘，你就算在这里跪拜一天的法拉利，这车也不会白白让你开走的。车神呐，你看在我这么虔诚的份上，就满足我的心愿吧。你好，请给我来两张票，我要最好的位置，谢谢。姑娘，你别激动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也抢不到啊。有些东西注定是我的，就像我头顶的电源插孔。一般人你能像我一样充电吗？同学，目测你拥有飞上天的能力。半夜回到家，想坐在椅子上休息会儿，但看到椅子好像很累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席地而坐吧。把裤子搭在椅背上，我还以为你要成精了呢。听说现在的椅子都很累，所以我们在地上打麻将，你们懂的啊。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阻止不了我们学习国粹了。看到你们这么坚持，我差点就感动了呢。